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着我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传承并为族人点燃光明的未来，也希望各族群的祖先保佑我们在云林四季平安，共创富裕繁荣的新气象，甚至把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与精神再推续传承。云林县第一届的原住民那个联合丰年祭，主要就是我们很多部落的原乡的青年来到云林县打拼以后，有时候就是跟部落来讲就没那个文化就有一点隔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此这个机会能够让大家更深透的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啊，也利用这个时间各在不同的乡镇里面的所有原住民能够有那个机会交流。有1000多位原住民，澳门是多元文化多语言的一个民族，我们这边有阿美族、台湾族、卢凯族以及布农族，还有泰鲁格族、泰雅族，也就大族群。很高兴说办这个活动来这里，说也可以传承我们的文化，更认识更多我们各地方的部落的原住民，更凝聚在一起，更相聚在一起，跟大家认识这样子。云林县第一次举办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个丰年祭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在我们云林县的这原住民朋友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个地方，可以来享受他们这个传统的文化热闹的这个气息这是非常难得的原住民朋友们在涉及在云林县大概有300-400人，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工作的跟我们一起生活打拼的应该有1000多人了那么我们对于原住民朋友们对云林县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呢，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得到尊严，能够得到尊重，也同时能够得到照顾。在云林县政府的部分，我们会尽一切的力量跟原住民团体呢，大家保持密切的这个联系同时为了原住民朋友们他们文化的这个保存呢都能够贡献心力。